时间精灵。汤，醒醒！别睡觉了，不是说好了一起读书的吗？但是我不能集中精神，好困呢。那你就找有意思的部分念一念吧。知道了，我试试吧。哎，这是什么呢？和时间精灵一起出发的时间旅行，竟然有时间精灵还有葫芦瓶的地方。哦，找时间精灵的游戏应该很好玩。小明，一起去吧。哎，你一点儿都看不下去吗？我要把剩下的读完再走。那好吧，小明，我先走了。一会儿见吧。朝着学校的前面一直走，中间的大门前面按一下石狮的鼻子。哇，难道说的就是这个吗？真的有葫芦瓶啊！呀吼！嘿嘿嘿，真是睡得太久了，50年了才出来看世界。哇，你就是把我救出来的恩人吗？你是时间精灵？是，我就是时间精灵。嘿嘿嘿嘿，谢谢你，唐，我要报答你，送你个礼物吧。礼物？是啊，我拥有可以让时间停止的能力，可以在你希望的时候让时间停止。能把时间停止？哇，好像是很好玩啊。那在我踢球的时候，可不可以让时间停止，让我进球呢？当然。那考试的时候能让时间停止吗？那样就可以看小明的答案了。那是当然了，在你需要的时候叫我就行了。要是真的能让时间停止的话，那一定会很好玩的。需要我的话，就叫一下时间精灵就可以了，知道了吗，唐？知道了。哇，好漂亮呀！是吧？玻璃。哇！哇！要是撞坏了我的花，看我不惩罚你们！奶奶，到底是什么花呀？这是50年才开一次的神奇的兰花，我把它放在这里，你们慢慢欣赏吧。记住，只能看，不许碰，知道了吗？是。哇，真神奇！50年才开一次。喂，让开，让我看看。别挤我。别推，我也看不见。快点快点，让我也看一下。喂，别推了，我也看不见呢。出大事了，这花瓶碎的话肯定会被奶奶骂的。对呀，时间精灵。你好，唐，你叫我了吗？万岁万岁，时间真的停止了。你不相信我吗？现在世界上能动的只有你。你可真了不起。这算什么呀？花重新合上了。不是说50年才开一次吗？
那样的话，时间精灵也是50年以后来的这里。时间精灵，上哪儿了？时间精灵，不在了呀！现在时间停止了。那我现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，心情太好了。先做些什么呢？对，奶奶，我可以随便吃巧克力蛋糕了，真好吃。我现在还可以随便喝可乐，对牙齿不好我也喝。饱了。对了，在时间停止的时候，我要做平时最想做的事。哇哇，太好了。你管不了我了吧？我要把这里的桃子全都吃掉。我回来啦！玩着玩着就天黑了。猫头鹰奶奶，虽然是晚上了，我还要继续玩，再玩一整夜。我出去玩啦！接招吧，我的强力射门。哇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自己一个人玩真没意思。我想和老师还有朋友们一起学习。你好木木，你好小明，你好瘦企鹅胖企鹅，你好奶奶。我还想吃奶奶做的饭了，想吃包子了。哎呀，我的腰啊！要下雪了吗？花重新开了吗？50年开一次，时间精灵把时间停止后过得这么快。50年了，如果我像50年前一样叫时间精灵呢？没有理由不出来呀。时间精灵，我时间精灵，叫我了呀！快点说出时间愿望吧！嘿嘿嘿，快点解除时间停止的魔法吧！小意思，嘿嘿嘿，时间时间，滴答滴答，呀哈！我的花瓶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喂，同学们，你们真的醒了，太好了！我太感动了，太高兴了，奶奶。你是谁呀？奶奶是我呀，我是桃。什么？这个老爷爷怎么会是桃呢？天哪！50年前，我们把那个兰花撞下来的时候，我叫时间精灵把时间停止了。时间精灵？是的，它就在这里。时间精灵，快点让我回到50年前。时间精灵，花怎么又合上了？还得重新等50年呢。不行，不行！
小明，我的脸没事吧？我的头发没变白吧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难道你还没睡醒吗？我在睡觉，我没有变老，真的吗？睡糊涂了吧？太好了，万岁万岁万岁！好，快点走吧，我们要上课了。行行，真是太好了。说什么呢？我看见时间精灵了，50年养了一个兰花，还有我变成了爷爷。桃在时间停止的世界里受到了教训，虽然他有的时候还是会讨厌身边的人，想一个人待着，但是他知道了不能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老师和朋友们的存在是值得珍惜的。再见。